你去，你去，滚！你的技巧旁边捡的，你才是有想的这样子啊！你手套里面的美胸就拖在桌上，十分养眼。没有别条新闻可以反问了吗？最近看到好像是那个 IMF 总裁就是性侵害的事情。其实我最近比较少看新闻的，然后如果我看的话，我都是从八卦版看。我爸的话就是先看头版，可是我妈的话就是真的是只看娱乐版，然后头版就全部塞给我爸。比较特别的新闻，就是虽然不一定要跟自己相关，但是就是觉得特别。虽然就是有时候国际新闻虽然有点硬，但是如果觉得它很重要，还是会看。娱乐版那种，就是什么旁门左道小八卦，就比较不喜欢。我没有比较 prefer 哪个种类的新闻，我比较常看。其实就是翻一翻，觉得哪个特别，就会哪个看。比较不喜欢那种就是针对公众人物的私领域做追踪报道那种。现在的记者就有点不知道在干嘛，就很喜欢问说啊，你们家其实是死掉，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之类的。对，我就觉得这是私领域，跟他的公众形象没有关系，就不必要报道。呈现做新闻工作这样的工作，其实是一个传播者。我们所拥有的是一种社会的公器，那我们某种程度是把事实带给观众朋友，当然也做了若干的证明，当然有时候也提供了若干的观点。因为事实上，我们不管是主播的讲话，或者记者的作品，它其实也带了一些观点在里面，等于是我们帮你拣选过的一些内容。其实现在媒体有点 focus 的点，就是说他会去抓台湾人的口味，但是他抓不到台湾人真的要的是什么。媒体在整个社会上，他站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你只是去做一个私营的企业。就是你只是单纯赚钱，单纯去抓台湾人的口味。因为其实台湾对，就是台湾以外的地方的报道很少，然后有的话也是都是拿别人的新闻来报的。对，就是我觉得比较缺少台湾自己看出去的观点。这不要切开是媒体不是观众的问题，我认为那是一个台湾整体公民素质的问题。不能因为今天是你在媒体，不是你是观众，我们就一条线就切开。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单纯归责给说是观众或者是媒体人的错，因为其实你有需求就有供给，他们知道你爱看这个东西，是他给你这个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自己想要的是，我想要看有品质的新闻，但是不会言的说，我也会想要看一些新三色。大部分一般民众他们好像比较不会去判断，就是哪些东西是好的。然后所以就媒体报什么，他们就全部照单全收。这个应该要去想想哪些资讯是我应该要接收的，观众应该也要懂得拒绝媒体传达的什么讯息。这个样他太过去放纵自己去做一些新三色的新闻，而去忽视到另外一块。
那我们都知道哦，这个莎士比亚戏剧比较好看，然后比较有营养，但是你还是想要去看那些垃圾脱口秀。他今天会做这个节目，就是他觉得说可能有人会看，可是我觉得，你要去说他错吗？那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归咎给所谓的观众，而不去想说他们当初为何会去播这样的新闻。其实他很浅层的去说，因为你们爱看，所以我给你们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想看的不只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新闻太内耗，就是太岛内消费，我没有把视野带给大家。可是观众似乎对于，我可以跟大家讲，凯特威廉收视率其实在各台没有，我们有点超乎意料之外吧。连这么 glamorous 的这个 Royal Family Wedding 收视率反应可能都没有罗源威廉好，就知道台湾的观众看电视成为我们收视样板的人，多么的喜欢 local 口味。我觉得这真的鸡生蛋，蛋生鸡。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体做的素质都提升的话，那会是个很好的迹象。关于国际这部分，我想就是，它重点其实不在于报了哪些国际新闻，而是这些国际新闻你报出，就是知道你观众接受到的消息是有没有收到你后续的影响。可能要换一个角度去想说，如果换作你是新闻台的人，还是你是节目的制作人，你会想要制作出什么节目？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电视媒体吼，就是有一点在追着苹果跑，就苹果干嘛爆了一个什么，然后电视媒体就一定会去追。近期来，应该大家都有发现，报纸每一份报纸里面报的东西，每天都几乎是一样。等于你只要看一份报纸，你就是看了十份报纸，感觉让社会的言论变成很单元。我的资讯来源好像其实是受到那种前置的感觉。有意识的观众，你要自学，你不能只是吃一家你会偏食，然后你就靠它就完蛋。我觉得聪明的 audience 真的要去选择。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有判断能力。就是新闻的话，要改变的话很慢，但是你要等到改变的话，你自己就是可能也要先有判断能力，就是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比较重要。我认为就是我们 either 不是做新闻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成为有很有意识的公民。当你成为有意识的公民，跟你一样的人多了之后，媒体就不会那么容易过关，媒体就不那么容易从廉价的东西里头获利，媒体就必须要提出更 high quality 的东西。所以我的期待不是说我们把媒体的